手捏着鼻子从溜滑梯往下一溜。哇，好凉啊，换个设施玩玩看。水柱不断从地底喷起，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。好玩好玩，每年都会来。哪个比较好玩？溜滑梯。今年是第一次啊，比较热闹啦。打算在这里待多久？我们在这玩3天2夜，从彰化过来的。一年一度宜兰东山河童万节现在开幕，不少游客从全台各地慕名而来。这回除了有7公尺长的彩虹溜滑梯外，还有4公尺高的飙速水晶滑水道设施，飞碟水上木马，刺激又好玩。除了玩水消暑，天气热来上一口冰，那真的是好幸福。把淋满黑糖的刨冰拌一拌，每一口都要来上一点手工米苔木，这时再配上仙草、红豆、绿豆，真的是套型凉。然后有点嚼劲，天然的、自然的味道。小时候常吃啊，阿公带我来的。买这个回去是做甜还是做咸？甜的，加黑糖啊。内用吃不过瘾，在外带一包米苔木回家。这间在宜兰头城40年的米苔木老店，老板坚持手工制作，标榜不加硼砂，是不少饕客的最爱。手工的跟机器的我拢有试过，手工的吃起来就不一样。头尖尖，尾巴尖尖。哎呀呀呀！这个就是手工。炎炎夏日吃冰玩水消暑，但别忘了外出要做好防晒，多补充水分。每日新闻黄富义宜兰报道。赶快拿起 MOD 遥控器，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最及时、最正确的新闻内容。